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B传教士，今天要传什么教？后面这一台，这是客户给我来叫他翻新的，重新烤漆，内装要整理，连隔热纸、底盘全部都要用，这个要翻新啊。还有各位，如果教友要翻新也可以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时间要给我充裕，不要太赶，三天就要好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可以慢慢做，好，陆续可以接单的哦。好了，你看外表也烤了，里面也洗了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眼镜，别洗了，规个拢创个规糟的，有无？对啊，眼镜嘛是要甲洗洗，甲擦干净。这就是你看，用十几年了就变成这样了，这很正常，这是灰尘，有无？啊，灰尘啊，底盘的脏污会往上飘上来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，2005年，刚好15年。我靠！再来个洗洗哈，好，开始，你当，电解机，包鬼，包鬼，上面一个包鬼，就像包鬼，无啦，用发电机来包起来。你下面包发电机？为什么？因为发电机顾名思义的地面都是气泡线，轨道车也玩过嘛，气泡线它有就是有漆嘛。我的漆被咬掉了，两个化学的修怕点的，哦，修怕点的对吧？修怕点的，所以你看这看过，无物件，面包啊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，啊电梯哪样？电梯也不要紧啊，电梯也被修怕点啊。这正负其实你看我这样也不会修怕点啊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我跟他不来电。哦，真的？好啊，紧来试试，较认真嘞，下面人客较那边来看啊。我会习惯哈，我会先洗这个铁的部分。嗯，铁也先洗，啊不要卡洗眼镜，或者油漆刷嘞，油漆刷那个刷一刷。这个哈比较不建议教友自己洗啊，为什么呢？洗啊，你们可能去洗车厂啊，水箱拿来洗是很帅是没错，可是重点是你要吹干。嗯啊，风枪要把这个，你看哦，这个撕掉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一定会抓水的淡米嘛，淡米有水嘛，你风枪啊吹，把全部水吹出来，较袂小怕电，小怕电是国语啊台语？台语啊，啊国语叫什么？想打电，想打电，想打电，不是啊，啊太不是啊，不免他讲，请留言，阿弟，接下来呢，这科比你入嘴，你这里很多的，录完你要起来用。冲了哦！如果的吼，爱加洗两遍，因为它还是有，有没有？还要再刷。先打开，先滴一次，慢慢刷过来。因为吼，有些车啊，药水不能咬太久，会掉漆。比如说，Mini 是水性的。你这有水给抓了，给刷晒。迷你是水性，对，他们的漆是水性的，真的。不然你这样刷上去，就变成什么？整个铁都跑出来了，没有漆了，它会融化，它会把它咬掉，可怕。你这边来个金马哦，马赛鬼，第一次洗澡，沉积了15年，没有时间帮他抹。看我说要帮他抹吗？好像没有，本来想说把他弄掉的。擦我，你今天放鱼了？到时咱这么讲，你这款是啥物事啊？比这较好谈。哈比这较好谈。我现在做代理商。哎，比这较好谈。你知不知道？啊，这边处理你家己使用啊？对啊，你又不用管他。啊，你你来讲，咱家己处理都要保护嘛。对啊。再来再是花深层一点，深层一点的话用就如啊，有啊，哇，你这太嫩，哇，油漆刷就太软了，这个比较硬一点，哇，啊，药水再换强一点的，有没有？螺丝很奇怪哦，它的螺丝哦，对吧？螺丝
新鲜，好，用这把新鲜，好，有虾米的，啊，像这啊，贵啊，两种新鲜，啊，这个就比较不会，哎，它为什么会生锈？对，它没有上漆，很奇怪，它做那个都没有上漆，啊，上漆就会生鲜起来，哇，生锈了，真奇怪，啊，掉进来啊，头塔哦，厉害多人啊，一些老师有滴没？你可以跟他买这单独螺丝，你要几颗都有，放在买。那不就算是拆过了？像这个没有啊，你换大灯不算啊。水箱架本来就拆，因为你要换水箱哈，啊，刚好换水箱要拆起来，他才拿得到。嗯，换冷排也是一样，所以拆这支不算。这不算。嘿，他这支是锁上去的，好，啊，像这支就是用焊的，嗯，点焊在车底上面。那像这种就，对，啊，那个是拆，如果拆这个就是换过叶子板。对对对对对。不过啦，这台不是咱的，所以有拆不拆那较麻烦。但是应该是无换了，哇，这还有号码还在。嗯，真的。对，原厂的号码，哇，很旧。哇，这些吼，人家其他没注意到。哇，上面要洗。嗯。这是可以免。一般换过这贴纸都不见了啊，这个贴纸。化妆这个啊，在以前啊，古代啊，都是欺君之罪，都要被斩首。是啊，一卸妆，我看着要被像的很多啊，哎，化妆啊，伪装呢，一卸妆，对。所以你去古代，人家要被斩首而已。应该会哦。在那帅皮，现在变成天气，阿里是不是欺君？差不多啊哈。对了，准 ending 了呢。其实现在引擎啊都是盖住了，先生，盖住你也无保一个后座。我心塞较袂淡，不过我看足侪人拢无介意监管去做，真的哦。有些人为了散热啊，讲敢那迄地倒掉的，烧温度会较悬啊，有些晒也袂紧啊，就是不会开很快啊，温度也不会很高啊。差不多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拿起来再冲一下吗？为什么？万一有真的碰到药水，赶快把它冲掉。刚有说过嘛，就是要把全部的插头吹干。嗯。如意哦，让它油油亮亮嘛。上面可以分啊。好搭，看到起好搭，还有一个重点，然后直接别顺，它吹出力。没有，你抓都没有问题的，你看。先说漏漏漏 ，OK。像这个。这是因为排气管在那边，或烟那种进不来，啊，再来是温度到了之后，还是有水蒸气，冒一些烟，那都是正常的。对，如果闻起来稍微大，还得刷晒啊，啊，紧的机会啊，你别回酒家。所以一定要当咩边啊看的，对吧？其实就让它发一下啊，对啊。啊，我觉得哈，不要一下就盖起来。假设你现在发烧盖起来，它有水蒸气，闷在里面。对，闷在里面的话，有可能会跑到大灯里面。水蒸气它会乱窜，都会钻到里面。一般来讲，我会发动或者把大灯打开。那把水蒸气排出来，差不多了。等一下啊，等它干了。晒了好几天了，好啊，这个到时候装上去就有那个太阳公公的味道。因为现在是冬天，嗯，好，较歹晒个，嗯，你啊夏天我老实讲诶，两工，一两工，嘿，第一工我拢习惯晒晒诶，边边蛮爱晒。啊，为什么要背面比较？背面呢，如果水，这会吸住，嗯，会有水，这个，对，所以这个。通常我都会这样啦，白天晒太阳，晚上除湿，
持续个两天，然后就这边就可以装上去了，哦，就清洗了。好，等一下就把它装起来了。你提的啥？哦，对哦，刚刚客人骑摩托车，好，因为车在这里，骑摩托车拿这个给我，要吗？顺便把它装上去。我拿自己去买的吧，前后记录器刚好啊，这个线刚好拆掉，长线就很好长。再来就是来，把大家看一下啊，刚刚洗过了，好，我先把吹休去。你做啊，人他说那个，假设有单单做吹吹，马达，等下就可以装了。可是记录器有个坏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都不能装，因为壳子跟钢贴没多久，所以我们先预留线就好了。到最后再连上去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格子，你看哦，格子刚贴，好，为什么要塞这个？因为怕什么？它本来是喷水刮上去，给它 Q 起来，所以要塞的话大，好，这是两三天后，如果太阳比较大，应该一两天后就干了，干了才可以玻璃才可以升降。那我们先这个就不要装，我们先来装我们的地槽。哇，都好地槽嘛，有啊，有啊，哇，哦，你看嘛，无比，才三百平方。哈，哦，奇怪了，怎么不呢？哇，没有味道了，很怪哦。好了，完成了。你敢跟你去呢？完成。啊，还有一个重点哦，这款一号电刷无？电刷要给你提出来是吧？不要。哇，记得拿出来。记得。像我把我这个拆过，我就知道大概什么东西要出来。有些东西你要拆地毯，有些是固定的脚架，要拆起来你才拔得下来。要记得要装回去，不然你把外面的东西放回去的时候，哇，细啊，不像是盖。所以步骤爱紧，好。好，对啊，还是到家配件。这边摩擦的有点功力老差，绕回绕回，不好找转。你安尼转是赶的呢，还是时间刚刚好？其实是不赶啦，因为他是做了烤漆嘛，烤漆一般他一个礼拜左右就会好，啊，过年期间可能他做了快两个礼拜。好，正常程序应该是这样哦，先把地毯先进来，我先把它拆下来洗。洗完之后把椅子装回去，开去修理厂。烤完漆回来，地毯干了就可以装了，类似这样。可是因为过年期间刚好比较没那么的时间，没那么充裕，可能就会变先去烤漆了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是这样，做的跟想的不一样。你要记得哦，你看这个是被压的，所以要先装。东西不太要提了，下面加料，这地方已经地方完全无锁，老水流嘛，有啥物事啊？伊电力只搞，水流喷出来，他在领导现在帮伊补，这是原内检的。我不讲他为什么会洗澡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咱来帮伊用的，这里这一颗。好，到这下这里啊，这个都很利啊，受伤了。等这件要帮他补回去，然后就怎样？他的没老水啊。OK， 这样插下去就好了，准了，加下去。OK， 这样比较好，顺紧。哇，不高，我就不会滑到。要了一组新的。耶，终于完成了。好，最后这台已经搞好了。百忙之中终于把它搞定了。因为这个是过年前就来了。啊，车主机不急啊，我想说放着就把它嘛完成。好，它还有几个要微调的东西，比如说下次来它要把大灯要再磨一次。好，这东西就是等下次再来用的。好，其实这一台来就是全部的烤漆，
还有铝圈的也有烤，好，全车的隔热纸都重贴，好啊，做个大美容，就是把地毯都拿出来洗，影片就有了，注意看就知道了。好，今天就搬进到这边喽，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参与小铃铛，拜拜。You've been down this road for far too long. He left your love behind, but still you keep on crawling back. 他是连贴的，贴在这里，好，一样的意思，前面也是贴的。除非他是买夹在这个后视镜的，应该是用粘的。对啊，吸盘的，粘的一样意思，你粘了。如果外力比较重，他把整个撕下来，这一张就撂掉。好，就这样。台湾的天气真的很恶劣，然后为什么？有些人为什么要放这个？这什么颜色？看起来有点像灰灰的。你注意看了，我要伸开我的底牌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圆的，有没有？就是原本的原色，这边已经被太阳晒到这样了，你看多太阳多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好，祝你今天发大财，耶！爱情摩天轮，好，好，拜拜喽！调工的拢要倒入来，后盖后一期帮伊做起来，好，做起来，好。耶、yeah.。看到客人的笑容，一切都值得了。